阿莫伊娜可以发现的，好棒哦！太有意思了吧？猎物出现，猎物。我倒是发现你今天真的怪怪的，你今天跳好高哦！聊着聊着聊着就上去了，丢丢呀！整个上晴天，哎，陈阿斗，入口，真的好隆重。两位，妈妈呀，都在讲真的变成陈尔东了，你终于来了，对呀，心心念念，竟然给你写错啊。哪有啊？对了，冬天的冬，你不是说冬天的冬特别可爱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哎，怎么近乡情就讲好了，就讲好了，两个人可以相爱，也可以，你也可以不爱我，分开可以，但是不能有第三者，而且不能在冬天，而且就分手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在冬天。什么错？奇怪，有没有道理？林凡，你应该有见过西雅图的雪。两个人分手，然后转身以后，后来是狂奔，跑回来说：“我们不要在今天分手。”哎呦，过两天你有过吗？在明天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要回一下，稍微的儿童回温一下。怎么变得那么悲伤？对，我的名字感觉有一个悲伤的故事。若彤，你退后一步。喂。无出现，猎物。哎，我倒是发现你今天真的怪怪的，你今天跳好高哦，你的刘海发出奇怪，怎么弄那么高？今天抓太高，原本没有那么高了，怎么访问到这边？哎，聊着聊着就上去了，丢丢呀，整个上住晴天。哎，好了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哎，这样已经快半集了，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欢迎啦，好好加油，最香的一场，请出题。写下答案，很新哦。有没有？哎呦，有。我林莎，厉害哦。很新哦，先不要亮哦，会被别人看到哦。好，来来，看答案，请亮，来叫做。女孩们，女孩们，加油！哎，干什么？头可以有一个字吗？我跟你讲，他头部，我从那边过来，在我还没过这一线，有这样子，对，不应该，是这一个，这样子演说瞎话，等一下也要这样对我们，公平一定，公平，这样公平。今天游戏规则，我跟大家重新再讲一次，等一下抢答，你都会抢，抢完之后你没有答案，我会给予适当的提示。但是答错就是要扣一分，公平吧？公平，公平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撒娇得宜，不扣之呢？撒娇要试试看，想先试试看，想要先试试看，出局。好，一起来演唱《女孩们》music。加油，为何你要加油？这世界，唱起来，唱起来。是谁装狂妄？摄影棚好棒哦，哇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，香香哇！带一首歌，注意听了，请出题。哎呦喂呀！我去 KTV 都会点这首，这首很好听。哎呦，真的胃馋，唱，这首有味道，有味道。很女人，就是他换了新东家之后呢，然后全部制作了一张，然后这张专辑又入围最佳金曲奖、台语专辑跟女歌手奖。对，来举牌。查甫囡呐，查囡呐，臭配音呐，臭配音啊，那是屁臣呐。这个是账哈，对，如果说你已经撒娇得意，没，你已经有诚意，就是说写出四个字，对，我们会让他对斟酌给分。但是因为他这个叉叉意思就是在骂人，难听，所以恭喜答错，来，女人刚扣，那这边扣答案，完全扣答案，这边有争议，好不好？这首好难哦，这有争议。儿童能不能告诉我们？
这什么？杂毛音啊！你用这个复杂的杂，你这杂哦，杂毛，你这杂哦。女生很复杂，你这杂哦，不然是哪个杂音啊？茶某啊，后面茶某啦，茶。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明，茶某音，你这杂哦，才有办法算你对杂杂杂毛。对，撒娇，怎么可以杂？杂毛音那可以吧？好棒哦！没有啊，他这个撒娇啊，他完全没有吗？没有撒，他完全没有撒，没有技术含量的撒娇，哎，完全没有，没有得意啊。乔欣怎么了？这个擦擦音那可以吧？我跟你讲，乔欣，以我疼你的程度，肯定会答对，但是你被乔优害了。好，一起来看看扎波给那 music。哎呦，感人的歌，对啊，是一个很感人。樊美，樊美，你也没有穿过新娘衫。对，最近因为有当过伴娘，所以稍微哦接近了，接近。当伴娘是在伤口上撒的，对啊。看着朋友一个一个走，会看朋友都结婚，生死画面。而且下一个会更好。为人妻，然后为人母。哦，对。我觉得一个人也很好啊，是一个人生活。对。是我的歌。对，一个人的生活，一个人的生活，对呀，鲁滨逊流浪，加油加油啊，好不好？因为2021年就到了，扭转乾坤嘛，哎呦，好不好？希望加油，你们的如意牛郎，牛郎，还是我们圆圆牛郎织女，牛郎织女啊，好不好？今年要来哦，好不好？要幸福哦。要写。搬开人面的手心，不，你要干嘛？有东西，写板，这两天才看到而已。3、2、1，举牌。什么？哇，甜蜜蜜那个 MV 对不对？乖美的。我跟你讲，好惨哦！他们曾经应该是最烂的，结果拿走8888的奖金，这什么？好，一起来看看正确解答 ，Go！ 哎。这两天才刚上 MV， 新手册很新哎，廖仁帅拍的。哦，会唱吗？尔东会唱这首歌吗？对 ，Baby is a piece of cake。要不教啊？啊要！什么屁呀？哎呦，怎么那么幼稚啊？这个也是太夸张了。一杯，切。Baby is a piece of cake。哎呦，好棒！跟我的有差吗 ？Baby， 再加一分。这样子啊？我也会啊，我也会。小优，快点。注意哦，我错了。加两分，加两分。小心，一会猥亵。下。